我今天反诈给你十块钱，一袋十张，一袋子十张，咱袋子带一张饼。小伙子一点都没发香啊！咱袋子回家卷菜吃卷肉吃不香，找我来。一包多少钱？一包4块，3包10块啊！我今天我小伙就让你可劲吃春饼，我让你记住我啊！我让你管够吃10块钱，够不够用就完事儿了。那整一手面。对呀、啊，你还得和面，你还得擀面，对不对？冒烟咕咚的，你不能捞好还。白说你对不对？拿一袋啊，拿一袋来自己装。我3袋10块钱，我给你行不行？好嘞。没勾吧？来，大叔自己记。感谢我大叔理解支持啊！来，大叔来，我帮你吧，来，到处空来了。我3袋给你10块钱，今天10块钱我让你管够吃。我就要你记住我卖春饼这小孩儿，啊，卖春饼这小孩儿，我就要你记住我。我就让你记住我，3袋子10块钱，我今天我让你可个劲儿吃，10块钱3袋，10块钱30张。水烧开了，到这儿俩一撑。哎，你看我大叔说的没毛病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卷点肉，对面那熟食那猪肉，中午我买的可香了，你卷，哎呀妈！哎呀，一说呀，我这都出画面了都。3袋子10块钱，你上。你上超市买5块钱给你10张，我今天我10块钱，我给你30张，够3毛钱一张饼，你还够不够用？大米饭馒头不能天天吃吧？天天吃你不也够吗？我让你换换样，我让你10块钱，我给你30张春饼，我看行不行？你能不能记住我？冻3个月2个月都没事儿。我刚摆上摊那个大哥就拿30块钱呢，我说大哥你咋吃？我搁冰箱冻上呗，我也看不着你，你也不总来。对不对？你冻上，哎，啊，再拿10块钱的，那我阿姨，我知道，这就是会修胃。你在市场，在东北的大市场，你得会买东西，这是口子，3袋10块钱了啦，换，没事，阿姨，钱拿好啊，3袋子，大叔，小伙八没八箱，你上超市买，送你5块钱十张，你回家自己烙，更不用说了。天越来越热，厨房妹子进去热气扑脸都。3袋子30张饼10块钱，行不行？我今天就一饼会有，我让你记住，啊，死心塌地的。都是买一回的。哎，吃春饼你都能想起小龙，哦，我就让你记住我，3袋10块钱，我让你管够吃，今天可劲吃，啊，吃不完就冻上，冻8月没毛病，拿出来跟新饼一样，啊。买点对面大姐那猪头肉，哎呀妈呀，一卷，腰盘也行，大姐没毛病，腰盘也行。对，你回家这边还有枕头，有没有善良妹兄弟在又盖上？我跟你抢，这面2两缸子，你到晚上你一喝，那小日子你就来吧。3袋30张，10块钱，大叔，啊，1袋4块，3袋给10块。这一袋多少？1袋10张，3袋给30张，都不够你兜一圈地主的。3袋10块钱，30张了以后完了那什么的，回家吃不完，第一步给它冻上，冻完之后再想吃，第一步先解冻，解完冻之后锅底下放水，水烧开了把饼放里，1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对，蹭一下子，东北话就是串下气儿。哎，三袋，大叔，30张，一点都不少给你。1袋10张，3袋30张，10块钱，我就让你记住我，咱一饼会有，好不好，大叔？不多买，你不像他们买30买20，你就买10块钱，大叔。小伙子不再让你吃亏的，我就让你记住我，3袋子10块钱，一饼会有，啊。咱交个朋友，你看这10块钱，你看你值不值？这10块钱都一样，我今天我就让你记住我。来，3袋，大姨，3袋10块钱，30张饼，你还不下手吗？我今天就让你记住我，死心塌地的，不离不弃的，3袋10块钱，下手，你就得整，逛市场，你得会买东西，对不对？对面的熟食，大姐那腰盘，兄弟这枕头。这旁边大姐的苹果，你就来，真香。3袋10块钱，春饼。大姨，大姨不听我的，大姨慢点，大姨啊。3袋子，给30张，10块钱，到不到位？啥袋啊？给你好的，给你新的，阿姨。对呀、啊。
我还一口挺急呀、啊，三袋十块钱，三袋给十块，你买三袋，阿姨，三袋呗，来三袋。那他买，你说我要不买，不对劲儿啊。对对对，三袋、啊，三袋，阿姨你放心吧，哎呀妈，我让你看好啊，抓吧阿姨，哎呀妈，阿姨这一口，我这一口。三袋子十块钱，三袋子十块钱。他这一轮就三袋。三袋摞好的，是不是？给你配好的，来吧，大点干，早点散。一袋子十张，三袋子三十张。有没有啊？有有。来，阿姨，这十块账给你吗？你看这配合的多好，招财呀！阿姨，你早来，我跟你讲，这点我都到家了。村民，三袋十块钱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自己装。阿姨，这袋自己装。我今天我就让你记住我，我就让严府街的乡亲父老都吃春饼，我让你终身难忘。三袋十块钱，三袋三十张，十块钱，我让你十块钱管够吃，行不行？我让你2024年吃完之后，2025年你还想着我。三袋十块钱了，来，拿袋自己装，阿姨，这袋装好没？三袋子。三十张，管够可劲吃，行不行？春饼、卷饼，卷啥啥香，卷啥啥味儿。严府街的朋友们，吃春饼，吃春饼，咱就吃龙家春饼。我就想让你记住我，三袋子给你十块钱，我让你看着饼就想起我，我让你吃完满城找我，三袋十块钱。三十张饼十块钱，我你光够吃，我你吃完了吃，哎，就给，一直给，十块钱给一袋给不给？我再给你一袋，够不够吃？不够吃再给，没完了一直给，就给你，三袋十块钱春饼，咔咔的，春饼，卷啥啥味啥都卷，香香的来，三大袋子十块钱。我让你可劲吃，这十块钱吃完就吃。你看这事儿行不行？一袋子十张，三袋子三十张，管够。十块钱不够整20块钱，你20块钱不够你就多包了给你盘楼上去。来得了，来，美女，来三袋，这袋你自己装一下，美女。三袋十块钱，卷菜吃，卷肉吃，嘎嘎好吃。卷土豆丝儿，炒豆芽，最基本的。春饼，三袋十块钱，走那儿找美女来。778块钱现金。咱早上是4点多钟出去的，朋友们，现在几点啊？7:51，我刚到家楼下，从钱塘街出来，我就直接上严府街了。上严府街坐完号，然后那个在车里面剪完视频，休息了一会儿，10点半开始摆摊儿，一直干到7点半。微信还收了点，总共是500袋饼，500袋饼。管理费早晨交20，在钱塘街，在这个严府街30块钱租号，45、45、65元摊位费，油钱来回得20块钱，挣个工钱啊，挣个工钱。行，只要是不下雨，咱就能支棱一手。哎，回家。